大家晚上好啊！大家晚上好。其实你们都见过我们的，我们在后面帮大家开学道的时候，是不是见过我们了？不用介绍了呗。好，我是林明波，我来自新加坡。其实当老师，我们魏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，我也是观察一下你们各位的一些好像调整啊、静坐的姿势，其实你们真的做得非常好，继续。还有啊，我不用了，个人自己介绍一下啦。来，介绍一下。多少年也忘了，反正是每天跟错他就对了。非常亲爱的所有的师兄师姐，我看到你们非常高兴，而且我站在前面从这边看下去，每一个人都有笑容，那有笑容就代表健康。那很高兴这一次有机缘来到这边跟大家结缘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也很高兴，谢谢。我叫黄连峰，谢谢。我住台湾彰化，那我跟魏老师今年已经进入30年了，所以我今年以30岁为礼了，谢谢。各位家人，大家好。我也是台湾彰化，你看你们长得像不像？那你们猜猜我们什么关系？对了，说我们说是夜间部的同学，是不是？不过哈，这一次来到广西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这个地方，那么热情，啊，真的是每天都这样子。太阳那么大啊，真的是，感谢你们啊！真的，我再看下去，大家都有笑容，表示你们这次学习的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希望下一次呢，在开课的时候，就你们就可以加入他们的义工行列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了哈，来。卓，卓越的卓，哦，我这个姓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很容易记。哦，如果说姓林啊、姓李啊，你们就觉得很多。我是姓卓啊，卓就是卓越的卓。他说我叫做卓丽英，美丽的丽，樱花的樱。不好意思，那好，谢谢你们啦，哈，谢谢。非常感恩啊，我们。新加坡的创会会长啊，林明波老师到这里来啊，支援啊我们的开学工作，也非常感恩啊黄老师还有我们的卓老师啊，他们夫妻二人真的是一起30岁，而且每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灿烂的就在我面前了。我非常感恩长生学这个团队的创办人魏老师，看着这么优秀的追随的老师，我觉得我跟的是名师，不是出名的名，当然我们老师也很出名，而是明白的明。感恩我也说一下我自己啊，我是来自中国广东江门的李海丹，木子李，大海的海，人不够漂亮，名字搭够牡丹的丹。我很感谢老师对我的信任和肯定，让我成为了国内的第一位开学师，真的是。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，
我觉得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这个教导之恩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也和自己说，一定要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其实，在开办课程，我真的很想收你们300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办事。但是老师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让大家没有压力，因为很多人来学长生学是因为身体不好，已经用了很多钱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选场地会那么多周折，真的是因为老师的这一念慈悲之心。我觉得我很大的距离，所以我就在事情上面啊去努力一下。但是我也感受到老师啊境界很高，他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我呢是有为啊，又一无所为了。所以呢，我还需要继续努力，毕竟我才14岁。谢谢大家。太严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江苏的，我姓何，人口何，叫何文俊。因为我爸妈帮我起名字的时候，应该是希望我有文采，有英俊，但是事与愿违。这个怪我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。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因为我今年10岁。10岁就是儿童脸上花样的年龄，是吧？那我这次来的有2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呢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南宁有什么美食啊？对，我是个贪吃的。那个这次来，第一个是我想吃老友面。为什么？有句话，吃了老友面，下次见面都是老朋友，对不对？那我下次你们应该认识我了吧？下次认识我吗？贪嘴的何师兄。第二个呢，是我这次过来是特地过来邀请我们这次的开学式团队，因为咱们这边课程结束之后，马上上海就是我们中部的第5届课程，我是特地过来邀请各位老师，我是来把他们请过去。好，那这次应该说我的目的达到了。也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来自咱们大陆最北边的黑龙江齐齐哈尔，从齐齐哈尔到这儿，我算了一下，横跨10个省市来到这儿。我呢叫高锁林，也是我们开学师团队的最年轻的，在这里头呢，今天呢可以说也是我的生日，我呢今年刚8岁，刚8岁，在这里呢，我要首先要感恩我的推荐人，我们齐齐哈尔市地区的长春学负责人陈敏师姐。第二个呢，要感恩我们尊敬的魏老师，把我们领入这个大家庭，把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么好的长春学传授给我们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很好的体验传播长春学，把长春学让在祖国的各个地方落地开花生根结果。大家呢，都有福分来知道长春学，学了长春学，将来呢会去应用长春学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是我们大家的愿望。谢谢各位。